小胆还要下吗？叶九三为什么29%呢？我想不明白嘞。谢谢远红爸爸送的10个爱心口罩。上大师又约我下一盘是吧？小党这个中炮局很熟，不知道先生指路他走什么啊？又换一种下法啊。主底炮，他走的都是很正规的开局，看起来。这是在直播的，只是说，因为网络的问题，所以把摄像头给去掉。现在大家都是觉得走象棋敬酒比较恐怖的，我也跟小党学一下。这一招是那个曹岩磊下的比较多的，曹岩磊比较喜欢下的，所以相信党大师也应该是比较有研究的。那我继续呢，抛砖引玉。继续抛砖引玉吧。车九进一是相对比较缓和嘛？哦，不是比较凶的哦。我打掉他，然后冲中兵，这个棋是谁下的？是他们打掉冲中兵，是这样下吗？打掉冲中兵，我怎么有点忘记了？是这样下是吧？打掉，试一试吧，就那温习一下，太久没下棋了，用心良苦，谢谢。是这样下的是吧？降低胜率啊，我得用另外一个号才行，不然你要降低可能得输几十盘到夜七夜八才行，否则你这个评测真的是没多大意思。其实只是会这些用软件的这些朋友呢，他们就是每天就是那些特级大师乱砍一通，确实不太好。就算是冠军级的棋手不计较，但是很多棋迷还是觉得不太好这样。车九平六，这里先出来。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现在我这个开局好像很陌生，看起来。先出来，他也不跳嘛，给我炮打边边，炮打边肯定不行，他车就进六，我是马三进五呢，还是走什么？不行。还是直接冲过去，有什么区别呢？它这个车九平六，直接冲过去又怎么样？它不能抓我吧？把卒飞了，有点缓慢，似乎不太符合这个布局的节奏。他这个开局就是拼命的冲中间，突破，然后盘头马，左马就是走马八进六拐角马，这样打破一个平衡。
是的，这个阵型是乱七八糟的，如果没有说一定水平的话就看不懂这个是什么棋，完全是乱套的一个棋。谢谢过去现在未来朱玉明等先生送的爱心口罩。这其实跳出去还怎么走真的是不是很记得。跳出去的马儿进四，他那边一直按兵不动，这个棋也是挺奇怪的啊。真的是不知道怎么下，他们下得很溜，但是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下这个棋。谢谢灰太狼送的爱心口罩。这个阵型呢，不是一般的散。而是相当的散。不是一般的闪了，这个棋不知道是跳马还是怎么样，跳马是平炮，真的搞不清。马三进五对吧，可能是马三进五，我不是很记得。
跳出去。这马不跳出去，他是等一下卒三平四把我限制住，很难走。现在黑方是平兵抓马或者马进四，也主要是集中在这两个地方。先跳嘛，吃炮肯定不行。这马走哪边？马我进六还是马进四？还是马我进七？第一杆是马我进六。走炮三进二，不知道怎么走啊，跳到这边来吧。
进七是吧？马我进九不能走，炮三进二怎么走？进七，炮三进二你就马吃回了，他车吃掉了，吃掉马七进五。等一下，平中炮一盖，一盖我四六进五，倒也还行。可能在下比较稳健一点，马五进六，马五进六。马五进六应该比较稳健一点。我那样把炮对掉，炮三平五，车三平五，那就和棋会，这样比较激烈。进炮卒吃掉，可能就交换了。他车吃你车吃炮，他马吃炮，你兵吃，他炮三平五一将，把你中炮盖住，这样他应该是要对中炮。这样应该说和棋的可能性会比较大。谢谢菩提子文波摇啊，对吗？有没有动到？还可以吧，不卡嘛。要不要加头上去？等一下再说吧，等一下再加吧。现在红旗也是没有选择了，只能铲下去了。我呢啲入嚟系有级别嘅咧，唔知。应该是有限的，如果是这样的这么速度。嗯，没有限的。哇，这个就是丢包，如果你这里真的辛苦。这个黑棋不错，黑棋出子比较快，有个过河兵，感觉我这个开局也不成功。这样想，哎呀，这个棋是有危险的，这个。有一定的危险，这个棋。
这个开学也是不好，吃个象也不成立。是啊，这个棋应该是黑优，黑优无疑啊。是啊，两个车位置太低了。只能硬扛了，现在走别的好像都不行了，这个叫硬扛，保持一个中炮，否则的话好像很容易崩溃。小党想的比我还多，他比我还谨慎，我感觉这个棋好像不行啊，红方。但是他很谨慎，非常谨慎。现在红方的指望是马七进六跳下去，我这里做点文章，如果这步棋没有的话，红方确实是没有赖以抗衡的棋。哎呀，这个棋我觉得是黑优，如果给我选应该是选黑方，黑方如果点走对了可能要接近胜势，走了这两步之后车六平四强抓准备车砍四，我如果马七进六跳进去又当如何，跳进去它有什么下法呢？没看懂，先跳进去再说。这个棋千万不能跳嘛，跳嘛它就车砍就输了。如果走车二进一的话，也没有改善局面的，像卒三进一。跳下来一将，他不是得退这个车也没事是吧，退这个车我车八平五一抓没有问题，车八平五一抓
马二退三，不行吧？将下G8平五一抓，他会怎么下？吃马炮打象一将，四五进哪边都不行，象一将。只能把它狙吸回去，谢谢再度崛起送的1314个口罩。黑方这步棋走软了，我觉得这个棋往后撤，因为他缺一个象，我是有突破的手段的。是具有突破的手段。小党这个G6平四应该是一步软招啊。实在不行，其实刚才的G6退一都好，一局换伤，黑棋其实也不错。退回去应该怎么吃？炮打炮打再把车走开，把车拉回来，退几呢？退四吧，省得对方一直抓。砍炮不行，什么时候砍炮？砍炮的砍马，刚才四五进里我就退车，退车他那个炮怎么走？退一他马三退四，反而多生波折，这个时候要退到这里。还是继续退远一点。退四他走炮三进一，他走炮三进一，三进我走炮五退一，顶住他不给他过来，他吃马，吃炮，他吃我的马，
就那这个叫下面呢，这么奇怪。还有只有退五，不知道怎么走。炮三进我可以炮五退，退多一点。但他炮三进我也可以炮五退二，其实。往他吃嘛。炮三进有你们马七退六呢？他吃我的马，我就炮五平了，打掉他。车吃炮，炮三平五，车五平四。车吃马，车吃士。黑的应该只有这炮三进一了，这个棋那就打掉他的炮，再降一下我吃掉他炮就行，那丢子不行，炮三进一不行，假棋，那他丢子这样，那他的炮八路炮还没地方去，去到哪里都被我吃着，炮八退二，我炮五平六，炮八进三。也是一个办法，炮平六还可以顶住。这个也算是一步好棋了。那我就吃掉它算了。它这个又走炮三进一，这个应该不行吧？走炮五退一就行了。这步棋应该是一步坏棋。他应该车吃马，车吃马还没说，就车吃马炮五平六，车吃马我炮五平六，平中炮，车吃炮，马吃将一下上士，点一将退士，车二退三。或者直接炮打，这个走错了，
哎呀，好像走错了。哎，这个是不是有没有加十秒的？有没有加秒的？这个琴，有加秒的吧？这个琴。其实给他吃也行啊，吃了是不是也能赢？刚才不要走炮五退一。那小胆子炮八进三走得很刁钻，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走快一点上来，造成对子也不是很愿意，但是没想到特别好的办法。这个棋还能下下，还能下下，嗯，你少给我充了，我光着了，充还有做钢铁，现在还是读秒，读秒了，哎，怎么我越下越多这个时间？又跳进来。这样应该不行了，少的东西有点多了。
少的东西有点多了。这个都是一个顿挫，将一下再退一。对着能力。对掉应该能赢啊，能赢就算了吧，就对了。啊，冲兵过去吧。车稍微走高一点，走得很顽强，晓得。先点住吧，不然都想上了。反正他这两个兵杀不到我，我是四象权还是很重要的。哎呀，这个棋下得很精彩，这个过程。哎，你们看不到我的表情啊，我连水都来不及喝了。这个棋可以复一下盘，我觉得是小胆占优的，可能。哦，是这样的，这个棋可以复一下盘。开局这个我也不太清楚这个棋的次序，现在什么郑维彤他们下的比较熟，还有特别是曹岩磊，我就想学一下招抛砖引玉。看起来他这个次序走得很好，原来他这个卒三进一一直往下冲的，现在他那边也不动，变成我也不知道走什么好，究竟是走马八进六好呢，还是走兵五进一好，真的搞不清。谢谢起飞。是前面吃掉两个象就好了，这里我觉得真的不是很知道怎么下，它这个次序都很重要，这个地方是不是应该跳马还是怎么样，跳马马三马二进四啊，什么炮五平六，可能应该这样下，可能应该是这样想，我渐渐有一点记忆，这样炮五平六，把这些棋都护住，他抓的话我再马八进六，这样他平的话我再马五进六，这一大堆东西全部把这个子给护住，可能应该这样想。谢谢什么冲锋送的六六六，三人要抱抱，谢谢。其实开局很悬的，这个棋学不了啊，不能学。这个棋黑方甚至可以卒三平四把我封住，封住我上次他的车路进了。
谢谢耐烦送的爱心抱抱。这个棋走到这里我觉得很不乐观，有朋友说指数走马我进六，这是第一个可以咬的那炮，但走炮三进二，这里呢红方没什么便宜，红方进二也要吃回来，他吃掉你，你吃掉他，他吃掉你，你这个时候要兵吃下去，炮打下去也没什么攻势，但是他这里有一个将一下，你肯定要上这边的士，那么他简单来说就是车三平五，如果说再弄个点花样，甚至可以炮五平七再车三平五也可以啊。这样红方的一点便宜都没有，这个棋就淡然无味。所以就选择了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马五进七，反正也是一种练兵，一种表演性质吧，一种网络表演，不用太过计较它的精确度，就是尽量的下的稍微的积极一些。杂音大吗？谢谢小星星，我已经把手机的声音给调掉了。有没有杂音？哦，好，现在吃掉对方一个象之后，表面上是有所收获，但是黑棋的兵过河了，而且这个担子炮很扎实。而刚才有网友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两个车，红白两个车呢比较低，这里就显示出它的问题了。这唔好咁快啊！系啊，你咁快去一下一下就过去，卡住了吗？现在你没有重新卡住了，那就稍等一下。他就是说有一个一两秒，一两秒钟就不行是吧？谢谢飘渺人生，先聊会天吧。行，你们现在看到哪个地方了？看到吃掉中象了没有？哦，还没有。哦。看到这个地方，哦，这里卡住了，没有，哦，重新再来，对，如果这样走的话，就是会基本上是和棋，是，谢谢三人送的大炮，哇，这么晚还有这么多人呢，哎，你这个发的呀？不，不对。棋同嗰个声系可以对得到嘅，只不过就系你突然一下子个画面个方向。哦，好吧，先聊聊会天吧。现在，我吃掉对方一个象吧，这个棋就是，但是黑棋出子快，这个担子炮很扎实，加上还有过河兵助战，当时我的初步判断是红方挺危险的，加上这个拐角马很别扭。这跟我的网速没有关系，是国际的网络，我这边的网速已经是当地还算不错的网速了。好吧，你们有人明天看重播也行，但能不能看重播啊？在什么地方看？画面卡住了，现在卡到什么地方？现在我没动，现在我就等着你们。对，红方出车，黑方还没走，小党这时候走车平四也是合理的吧，据我的观察，抓一下，这里逼得很紧啊，其实可能关键是这一步棋，其他的都还行，这个时候甚至如果说想求稳，甚至可以炮打马也可以的，黑棋啊，直接炮打马，直接炮打马也是一个办法，应该说啊，黑棋不亏啊，你飞掉他炮，他就炮八平六扣在那里，黑棋也很扎实，我觉得甚至这个过河兵要比这个象要略大一点，是吧？那么小党当时也是感觉到有优势的，我相信，所以他出车走得很自信，出车抓马，
我这个拐角马很别扭，你不能勉强去保它，或者马六进五你也是前无去路。马六进五他就卒三平四，你一抓的话你这个马就丢了，所以这个马没办法去。他的三路马正好保着中下，谢谢脑神丹送的爱心口罩。还一下子送出那么多口罩啊，现在需不需要戴口罩啊？到街上散步的话正常的就好啊，我稍微的把那个走走的速度放慢一点就行了，可以继续是吧。居平四这个时候我应该是没有任何的妥协的可能性的，一妥协就输了这一期，只能居八进六。那么作为黑棋来说肯定不愿意去对马，一对马的话红方的一个是弱点没有了，然后黑棋的兵种也不好，所以黑棋一定要跳马，而且这个马跳过来之后很生动，它跳的位置很多，可以随时乱跳，这个棋对红方真的提出了巨大的挑战。现在眼看要吃炮，我也不能拆开中炮，拆开中炮的话假设你随便拆开啊，拆开他也弄个什么炮八平六什么的，我估计你也够呛，或者炮八平九稳健一点，他甚至什么炮三进二啊退象啊，如果反过来让黑方挂中炮那这个棋就危险了。加上你如果没有中炮的话你这个马七进六就不是什么厉害的威胁了，所以这个时候明知山有虎啊，偏向虎山行也只好炮五进二。有时候下棋就是在可能就是在抢那个位置，不能够随便妥协，像李云龙说的那个叫做亮剑的精神，这个时候真的不能退缩，一退缩马上就输了，你要是往前再顶一顶兴许还有获胜的机会。现在还暂时不能露脸，听说目前网络还不太灵光。谢谢悲凉送的爱心口罩，三人现在还不能出门啊。这个棋大家也可以评判一下啊。我们其实下棋就图个热闹，我觉得更重要还是反过来反思整盘棋的一些过程，特别是一些关键棋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思考，并且在思考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譬如这个棋小党这个最后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有点慌张走了一步居六平四，我觉得这步棋是致败的根源。这步棋走完之后前方的车被吸回去了，因为前方的军队被打回去了，这有点像围魏救赵啊！你这个前面这个军队已经是围攻人家城池了，结果呢，你还往回撤，而且是大幅度的后撤。那么前方这个马卒跟后方的子力就失去了这个联系了。那么因为后方其实还有弱点，主要是中象的弱点，所以被红方呢趁机而入。飞象有绝杀我的棋哪一步？看看哪一步是飞象。刚刚黑飞象是哪一步？请问再往前吗？这里车六退一是可以的，我当时也是想着他车六退一，车六退一的话我肯定要走马七进六，这个炮没什么好位置去了，就给他交换了。交换之后我觉得黑棋还不错，他这个兵还可以冲下来什么的。我在加拿大，各位朋友谢谢大家的关心。我也想问一下大伙什么时候回国比较合适，现在我就怕回国会添乱，而且你要是回去哪里都去不了的话也没多大意思，我在这边也有事情做，这边也是练练内功写写材料写写书啊那些，我觉得挺好的啊，
对于我来说，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影响，可以，做一点安静的事情。哪一步棋？莫老五，哪一步棋是有绝杀？请看一下，我目前没看到。是 G6 退一，这步棋黑棋应该怎么走？有绝杀吗？什么时候绝杀？出国也要看去哪里，如果在日本的话，现在也更悬了。我觉得现在国内应该基本上控制住了，有我们这个政府强大的行动力，基本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只要按照这个政府的一个指引啊，合理的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就没问题。我卧槽后居桌像的时候他怎么下？看看。这步棋还有希望吗？这个地方还有什么棋下吗？各位，飞象吗？象五进三吗？还是象五进七？是这个地方吧？哦，说的是这个地方赢棋是吧？那应该怎么赢呢？各位，象五退七，平中居士他应该飞象，但问题飞哪里呢？你们能不能指点一下？指点一下迷津，飞哪里也很重要哦，不是随便飞飞就行的哦。是应该飞象，但这个飞象就能赢吗？飞象也很悬的，这个中间洞开了，中路洞开了。五月份呢？等两周行不行啊？二月底，现在已经二月底了，这个一刀倾城。对，刚才是可以一局换二的，现在我们再看看这个象应该怎么飞。退七，进七，进三，我们先看看退七吧，一种比较正常的走法，退七，看看这个退七怎么样，是不是真像那些网友说的，就是能赢。那我应该也是要车迟炮了，这个时候如果一闪开他就反将你，肯定就不行。车迟炮他就吃掉你的马，对吧？吃掉你的马，吃掉你的马，他这时红方应该是有个炮五平三可以打一下，让他的象，哎，他象飞到中间了怎么样？我车砍象，他就 吃我的马哦，那怎么办？车砍象吃马，这个事情也是很难说哦。如果他飞中象啊，我们随便看看，吃象，他车砍马，这个问题怎么办呢？这样好像我还搞不赢黑棋的啊，那我还有什么好棋？他飞象，难道我要居要退到这个地方来？退到这个地方来也不太灵光哦，真的是还不一定好哦。那这个网友说的很有道理，非常有道理。哦，他应该退象，吃掉。那看看这里还有什么好的棋没有？有没有一些好棋？上个士，要不就，对，可以上个士。先等一等，这个车可以脱身，不要着急。上个士是可以的，他平中炮，我再炮我平三，这样还不好说，黑棋也不好走现在。象五进三是吧？象五进三好一点，减少一个炮五平三的棋。象五进三我也是要吃掉它，它吃掉我，但这样我有个炮五平二的棋啊，我有个炮五平二的棋很凶。炮五平二的平中炮没有，
哎，平中炮吃掉它，强行吃掉它，它飞掉将，我有这样的一个手段呢、啊。炮平二的棋有没有看到？他要是吃我的马，我就车二平七吃炮，是不是？他要是平中炮的话，我就强行砍掉他飞，我就进炮一将或者车砍象都行啊，一样的，这样就绝杀了。他这个车刚好把自己的将给挡住了，是不是？那这样还不是赢棋啊，是不是？这样我炮平二的话，黑棋还是不行哦。如果照这样的一个分析，那还是应该退象，像我退棋，把这个底线呢护住，还能走走。退象的话，我就上士，上士要抽将，车四进五拉住，拉住我马六进七踩掉，那还是红棋好一点，但这样不一定输，黑方不一定输，是吧？又卡住了吗？100块就卡住了。像我进三就是这个意思，吃炮嘛，刚才也摆了啊。图像异常啊，又卡住了。100期就会卡住是吧？好像下期还好啊，下期它有一个时间的一个停顿，会稍微好一点。谢谢青葱记忆染指送的十个幸运星。我已经把那个摄像头关掉了，也还会卡吗？哦，现在是周末，周末的话国内上网的人也比较多。进三的话刚才给大家摆了，有没有看到炮五平二，炮五平二，这里是一部我、哦、炮五平的车吃马，我车吃炮，他车四平八反杀。哦，这个棋你不能卡个脸可以重新出分做一番怎么办？哎呀哎呀，哦什么有妙杀吗？我哦，炮五退二啊、哦，炮推要妙杀。这个棋哦，如果是这样的话，红方怎么下？炮五平二，他可以吃我的马哦。他我吃炮，他车四平八反杀我、哦。那这个很恐怖啊，这个棋是。那还有什么招？上士还是得。还是得上士，上士他炮三平五腰对，炮三平五腰对的话，我应该怎么下？我就走啊，上士他就炮三平五，哦，没有这个棋。这个棋很容易似是如非啊，很容易看错。哦，我这个时候有一部怪招。哎，没有。他说你中局下得很好，就是那个地方有。我还下得好？我觉得很危险啊。我觉得很危险啊。刚好是用软件一直跟着。哦。他说中局基本跟软件差不多。就那个炮退错了，我以为退一就赢了，没想到他可以炮八进三，哎呀，是啊，没想到他可以，哦，我是走错了，对，炮我退要把他憋住，哦，憋住之后再走炮五平六一，哎。憋住之后怎么赢呢？你看到在炮五平二一将，他就炮三平五，我吃掉。哎，这样怎么赢？他一时半会看不到怎么赢。
哦，炮五平六将，对，炮五平六将赢，对。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你们也教教我，我这回不会下。这个棋好像真的是很难说哦。炮五平二他吃马是啊，我现在看清楚了，炮五平二不灵光，他吃马，难道走九平四求和？九平四求和行不行？是的，他有个反杀，我也看到了。这个时候飞象吃炮，退花星驹。什么时候退花星驹？要不就这样合起，这样九平四的话应该是合起，他平中炮，你就吃掉他的炮。现在看不了棋了吗？现在啥都看不见难道？那就没法摆了，现在只能摆到这里，象吃再炮五平啊，这样也大概是合起，对掉了，继续卡着，你们退出来再重新进去。我不卡，他们都说卡，我还行。直接聊天是吧？卖点设备给他们了。许维新在干嘛？喝点没盐的水，上面的水滴。啊！这样是和棋啊，这样他称是我一将，把车给吃回来。他吃马，你是？那个九平四求和。这我要求了，他这个兵位是比较近哦。等一下吃完之后，车四退三哦，车四马进三不行，还得上士出将什么的，还有点琐碎。这个棋是吧？这个棋不知道还有没有好棋啊？你们也支支招啊？这个棋红方怎么下？我是不知道有什么好棋。上士他就炮三平五，炮三平五，你也不能乱吃一通吧？你也不能乱吃吧。谢谢关文兄送的大炮。对，刚才是还有这个走法，炮五平二他吃炮，吃马你吃炮，他车四平八，这里还有车五退五的妙手，但是这样他吃掉你的车，你吃他车，再平车顶住你，或者象三退五，这样黑棋好，那个长棋黑棋好。哇，那还挺精彩的哦，那说明小党也没走错哦。如果这样的话，是吧？这个地方我还以为是优势的啊，我以为把它车给吸回去就黑棋不行了，那这个判断还是需要有缜密的计算。一般的判断是这样的，但是现在这些棋呢，你没有缜密的计算的话也是容易走错的。现在你车砍炮的话，他就后车吃马，后车吃马吃上来，后车吃马吃上来的话，你一将一抓，等一下搞个不便做和子，不行了，那你们打着你的车了，不行，那这样就不行啊，那有可能和棋，有可能和棋。
好吧，这个棋就先摆到这里吧，大家都说看不到了，就先不摆，先去干点别的事情。你们有空也再摆一摆吧，这个棋在众人之间也很难想出一个最合理的招法。